差不多，我们要找一个存档点了。那我们先，我们好多事情要做。你去 B 二，这边应该不用来了。哎，错了。好，玲玲晚安哦，睡雨安安。交流一下。戴面具的小孩，哎，大姐姐能见到我吗？大姐姐，你喜欢花吗？我有个秘密，一直想告诉其他人呢。啊，喜欢。这下面有个洞穴，里面的花可漂亮了。我还特地把洞穴藏起来了呢。既然你喜欢花，就让你去摘一朵吧。哦，哦。哦，所以这洞穴下面是那个，哦，对，就这里。摘，得到了无名花。哦，原来是在这里，了解了。哦，点点，哦，他让我去摘了，太好了。那我们就把这个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时间快不够了。好，这应该要给我们快捷键啊，这个快捷键的话应该就比较快。萤火虫安安哦，好，那我们这边也完成了，我们得一朵花，那剩下的事情唯一安安哦，对，剩下冯熊的耳朵了，缝完以后我们就先休息吧。那狗的那个毛我就不知道干嘛，之后再想办法吧。心顶安安哦。去缝耳朵喽，缝他耳朵。嗯，直接给他吗？你找到针线了，但主人的娃娃还需要布料呢。布料在楼下的房间，你能帮我拿来吗？前提是你拿到哦。哦。我把门打开了，嘿嘿。好，我们先继续吧。是狗那边吗？好，布料是不是？啊，好痛哦！你不会把梯子给弄坏了吧？哇，不是我弄坏的，一定是你太重的原因。嗯，你这家伙，算了。看在你是我保镖的份上，就不跟你争了。梯子不能上去了，我们只能找别的出路了。好，我们先找布料。包子安安哦，棕色熊布料。我以为那个布料是那个，哎，它是什么？这重新一下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多东西哦，等一下要干嘛？我现在要做什么？要不然我们下次再玩好了。这还有好多东西的感觉哦。这还有一个谜题哎。对啊，这个妖狐真的要单身一个人一辈子，真的是，真的不懂哎。对，问答题。那我们这问答题，我们就下次再玩好了，就明天。啊？啊？我做了什么？喂，我刚才想把它点掉而已。我得到麻布了，哇！刚谜题是什么？我没有看到哎，怎么办？我得到麻布，怎么办？哎，刚刚谜题是什么？哎，完蛋了，怎么办啊？刚谜题是什么？我完全没有看哎，我还没存档哎。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刚刚题目是什么？我猜错应该是会死掉啦。哎呦！从这一次打开了繁琐的门，怎么办啊？怎么这样？好吧，那我们先把麻布给他好了。刚刚谜题到底是什么？可恶哎、欸，怎么这样子？
我只是按那个 ESC 按一按就答对了，是怎样？好吧，既然答对的话，我们就把布料给他吧。这个，哇，你拿到布料了，但是主人做的娃娃没有灵魂可是不行的。如果把大狗狗的毛夹到娃娃里面，就能代替灵魂喽，嘿嘿。快去把毛带来吧。他现在要什么啊？要锋利剪刀才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找的是锋利的剪刀。锋利的剪刀哦。他已经告诉我们要锋利剪刀了，所以我们要找的是剪刀。剪刀？那你剪刀在哪里？你要告诉我啊。剪刀，可是这个地图我们已经看完了，难道要回头吗？是说我们可以回头吗？不吉安安哦。好，没有回头，没有办法回头。我们就所有地图再瞄一眼，看看那个剪刀在哪里。还是剪刀，剪刀该不会是在那个？没道理啊。欸，可以勉强通过。哦，搞不好东西哦，这里。终于来人了！我要漂亮的花来装饰斗篷，你有吗？之前大人都不愿意给我呢。有，好，给他。这把剪刀送给你吧，我已经不需要剪刀做外棚了。哦，好了，太好了，成功了。对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朵花是洋地黄，被称为是谎言。哦，好，我知道，谢谢你告诉我。好，我读到这朵花是谎言，所以前面那个人在骗我吗？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都要剪刀了，快哭了。等到剪刀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去剪狗毛了。剪狗毛。这款游戏就这样子，超有一些东西都藏得很仔细哦，我们要很仔细的探索才找得到。我们上款游戏也是要走到那个地图外面才可以。狗毛，我来了。用剪刀可以吗？会不小心割到手，还是不要乱来好了。好的，拿这个。好，获得了灰色的毛，你这个呢？所以我们剪刀坏掉了，对，这 bug 真的是超神奇的。好，我们获得了灰色的毛，灰色的毛以后，我们就给那个，他应该会让我拿那个火里面的东西。点点安安哦。灰色的东西，啊，不是，是燃烧的东西。哎，好。嗯，主人很高兴，决定为你做一个大头娃娃。咔嚓咔嚓咔嚓，看，做好了。我们获得了这个狗头娃娃，然后呢？这个头是不是很好看呢？毕竟它可是主人重要的伙伴呢。什么意思？这狗头娃娃能干嘛？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狗头娃娃，底部用麻绳
捆扎封口，东西不大，但是沉甸甸的。很好奇里面的填充物是什么呢？使用会发生什么事？似乎不是这样使用的。莫奇安安哦，对，我们还有个断头台呢，我们都忘记它了。断头台在哪儿啊？断头台，这个吗？对。狗头娃娃，放上剃刀，开始处决。哎呦，我们为什么处决它啊？奇怪，为什么要处决狗狗呢？鲜血正顺着木板向下流淌着。流淌唱唱，我自己每次念的怪怪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做了。那这样做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可以杀害其本体。哦，所以这个狗头娃娃有点类似那一种巫毒娃娃的概念。那只很大的狗应该就已经死掉了。哎呦哎呦！哦哦，哎！可恶！我没有存档哎，该死！哎呦，这样追哦！好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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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获得了绿色的花边日记什么鬼的？哦，哎呦，这狗！巨大的切口似乎足够人通过，回去吗？回不去哎！哦呦，所以那个东西，那这个应该就是那个真结局关键道具了。我看一下好了，一些日记页有绿色的花边，实在很可爱。笔记看起来也很熟悉，不知道是谁写的。我们得到一个关键道具，神走位。好，我们进去吧。簌簌的声音，你要干什么？该不会我们这个男主角都要做什么吧？你是谁？放开我！姐姐，救救我！姐姐！哦，素素，我在这里，我这是在哪里呢？青叶，素素，得找到他们。右边这个不是吗？倒吊人，倒吊人什么意思？青叶，你还活着吗？你猜呢？应该是死了吧？快起来！素素不见了，但我刚刚似乎也听到她的声音。好，素素不见了，那素素的面具，素素面具也不见了耶，她不是给我了吗？为什么素素不见了，面具也不见了？死掉的大树枯萎的样子完全没有生机，老旧的墓碑，恶魔，高塔。跟倒吊人，这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人代表面具。好，啊，刚刚什么扇贝？哦，这扇门看着扇贝。塔罗牌，这我都不懂了，完全不懂塔罗牌。得先找到伙伴们才行，一个人行动太危险了。哦，找到伙伴啊？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素素面具在这里，那他能去哪里了呢？看来刚刚在迷糊中听到他呼救，并不是幻觉，是真的。对不起，素素，我这就去找你。看着扇贝，太夸张了。哦，灰色鸽子，那个孩子还真是凄惨哦。这到底是鸽子的声音还是人的声音呢？
貌似是那一只鸽子，去问看好了。妮妮，那个，我会说话的，你就是那个新来的活人吧？貌似这个地方的活人不太常见呢。多亏了你，那只狗现在终于消停了，我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很多。作为报答，我就帮帮你吧。听说你在找一个红头发的小女孩吗？是的，没错。你知道她哪里吗？她在这里被主人抓住了，想找到她得花一点功夫呢。啊，来者不善呢。好，那你有帮助我什么吗？你只告诉我一些情报。好，看得出来是一个人类的骨骸，骨架完全错乱散在地上，看起来并没有死得很轻松。乱石堵住了楼梯，这里有没有这典型的我们等一下会有追逐，然后我就冲下来就卡住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这样子，好，记好。好的，哦，是素素哎，超像的。刚刚那个声音好像素素，但是飘着的，快跟上去吧。真的，我以为是我的灵魂飞出去了，可恶，跑去哪里了？看来用飞的比用腿的快啊。千叶，刚刚那个红头孩子是素素吧？这个，我觉得不是。那也一定和素素的失踪会有关系的，他一定在附近才对。冷静一点，我们会。别动，啊！别说话，有东西在你背上。哦，红红的，红红的，啊！呵呵。大姐姐，她头是那个头怎么回事？你的玩偶我收下了。不行，她偷走了我的玩偶。哟，呵呵，这是轻而易举呢。你不是素素，你是谁？快把东西还我。哦，那个孩子叫素素啊。你的东西都在我这里，想拿回来的话就进来谈谈吧。哦，我们去谈谈吧。那家伙明显想引我们进去，一看就是陷阱吧。我知道，可是素素好像在他手里，而且那个娃娃必须拿回来，那是前辈送给我的重要东西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们走吧。哇，这个刚开始觉得你蛮屁孩的，可是现在突然觉得好可靠哦。谢谢你，失去了守护娃娃。哟，这什么？哟，哎呦，真慢呢。过来。你把我们叫这里到底要做什么呢？哼哼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但是这个游戏有一个规则，那就是只有我赢之类的吗？玩的人只有你一个，那就是你，而你的妖怪朋友要留在这里。当然这个游戏的获胜者是有奖品的，那个孩子他就是游戏的奖品。萝莉是奖品，那只好努力的赢下来了。这个奖品还真有点说呢。你先让他说是什么游戏吧。是个破解迷宫的游戏。破解迷宫是什么样的迷宫呢？目的继续往里面深入，那就是迷宫了。
你需要靠你自己从里面走出来。闲话就到此结束了，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，快点决定吧。不愿意的话，那个叫素素的女孩子就是我了。素素前辈，秋月，这太危险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等等，我的话你有在听吗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不能扔下素素啊，因为我们约定好了要一起离开这里。果然是我认识的那个秋月呢。哦，其实这句话在暗示说之前认识他了。哎，这哪里没有办法。我说你站在这里的那个家伙，虽然不知道你打了什么算盘，你知道他会答应的吧？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就把娃娃还给他，那个东西对你来说已经没有用途了。哼哼，没想到你还挺照顾那个人类的。拿去吧，我的确不需要这个了。千叶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丢下素素不管，该道歉的是我，抱歉了，我太弱，什么都做不到。这个娃娃对你来说很重要吧？素素也是，拿好，下次别再用丢了。虽然我不在身边，但是我的面具会用得上的，你好好带上身。事到如今，只有靠你自己了。千叶，我会努力的。好，千叶离队了。哼哼，在里面慢慢玩吧，很累。